非常离奇的是呢，这个老师竟然是在死之后po了一张告别信。那么涉嫌性侵女童的这名徐老师，昨天清晨的被发现轻生，但是呢，昨天晚上的8:08，他的脸书上竟然出现了一篇写给学生的文章，告诉学生谢谢了，我走了。除了道别之外呢，也鼓励他们要加油。而根据了解，这个脸书上应该是没有这种预约的功能，有可能是朋友帮他po上去的。